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ura Studio， 我是阿谦 Kluku， 今天要为各位带来一点 Attack of the B Team， 没错，大家有看到我这可爱的头像吗？这有一次不知道是在哪里，忘记我在哪里探险的时候打到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东西，这个不秀给大家看怎么行呢？好，那跟大家来个上集回顾好了。我们上一集在这里做了一些道具出来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所谓的 Long Sword 跟这个 Ripper， 没错。那我们做出来之后呢，有去洞窟探险了一下。不过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岩浆好像用完了。我们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空去采一点岩浆回来好了。我们今天要稍微提升一下我们这个 Tinkers 模组的东西，不过是稍。就是等一下的事情，在开始做之前，我有件事情想要做，就是我想要去阿神家拿马铃薯，因为我发现我家没有马铃薯，我好想要吃马铃薯。好，受不了了，我要去找马铃薯了，赶快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出发去。哎呦，刚刚差点飞不起来。这个变蝙蝠的时候，一开始是还不能飞的，还没完全成型之前是没有办法飞。因为我发现阿神家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马铃薯，我也有点想要一点马铃薯，所以我需要来跟他借一下。等我们种一种再来还他好了。会啦，我一定会还的，我是有借有还的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哎，为什么这个草地上也可以种东西？是做坏了吧？好，他的马铃薯是什么 ？Tomato， 哇、哦，我就知道这个。哎，我跟他借一下哈。不是借啦，就是我帮你收成嘛，我做一天的农工，那你就把这一片的马铃薯给我，有没有？我会帮你种回去，我是好人呀，种好人。嘿，马铃薯圈，马铃薯田，好，我帮你种好了，那这28个就给我吧，谢你咯。人家明明就没有答应，好啦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我了。他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打断他的腿，有没有啦？这不行，这个太残忍了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他不会不答应了，我跟他这么要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我要马铃薯？因为我非常非常想要吃烤马铃薯啊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这个烤马铃薯是非常的。我想要把，哎，我觉得小麦很多，我决定了，我把这一圈全部打掉。我想种马铃薯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我现在就是要种马铃薯。不给我马铃薯，我就跟你翻脸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要翻脸，没有要翻脸。OK， 我们先把马铃薯种好。Yep， 这个是马铃薯盗贼，不是马铃薯借马铃薯大成功。好，我们把小麦放好哈。这边有12个铃，哎，12个铃薯，我们先把12个铃薯拿去烤好了，不然烤出来应该蛮好吃的吧？这个铆铃薯，那我们就可以把米放回去。我刚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快死了？穷困到准备要吃我们的米饭，米饭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变成一个正常的人啊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头是不是还没拿下来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带着它吧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东西。怎么突然动不了？好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东西嘛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可以制作我们的这个，这样是几种？ 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，有13个这个可以做。那个咪好吵，13个这个东西可以做。那我今天要来稍微把它变萌一点，那当然是要先把它给砍下来。刚是不是好那个 ？What happened？不好意思哈，他在傲娇，有点累了。好，那在做之前呢，我要先准备一下这个东西。我们到那边去做好了，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东西。哈哈，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派上用场啦。这个东西叫做钻石砖，没错。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要把这个东西，把这个就是什么进阶工具。合成台做出来，就是这个合成台可以做出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，在上面放3个这个焦炉砖，对，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个焦炉砖，然后放4个这个钻石砖，好像放什么砖都可以，但是我今天想要放钻石砖，有没有？哈哈，钻石的就是不一样，有没有？很帅，
帅歪了，哼，霸气十足啊！放下来，你看，哦，我可以做这个锤子，是不是可以敲人啊？好可爱哦！我想做这个锤子，哇，这个镰刀哦，哎，这有点猛哦，这是铲子吗？这好像大刀啊，好酷哦 ，Homer！ 哎，我们今天来，那、啊、我决定了，那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好了 ，Homer 就决定是这个了。我们需要这个，这是木棍嘛？我们不用，这个很像。两个人脸，这个人脸的模我们是不是还没有做、啊？两个人脸的模我们还没有做过。那这个呢？第一个是，有点像是长成这副德性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先做这两个的模板出来，好。我决定了，我们先把、不用了，不用放了，不用放 ，OK 的 ，OK 的，不用放。好，我们先做这两个东西出来。哎呦，好胖呢！阿尼刚没塞，好，可以，没塞没塞。嘿，所以这有办法倒进那个炉里吗？我还蛮好奇的。一二三四五七八，八是16，不好意思啊，16。这是21、20、21，好，我们要放好它，才不会弄丢。好，这两个金板你先收。哎呦，我发现这里有点小危险哎，我是不是走一走？哎呀，就摔死了，我还破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找个时间在有空的时候，我把它就是模板都做出来了，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些时间。好，那我先把这个，哎呦，好大哦，这个好像人脸，这个很可爱。它有办法倒吗？我看看哦，把金放到下面来，也可以耶，有点可爱。哦，金光闪闪嘛。哦，别拜别拜，我放错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把这两个金板给放上去。基本上你只要，只要做出来之后，其实这个就不用了啦。再来，我们要使用它的就只有这个金板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换成铜，这是不是这是钢？刚，好，刚得让它流出来。我这好像要两片，哇，钢不够，怎么可能？啊，钢不够，哇，钢不够，好。发生事情喽！我本来想说够我做一个新武器的说，好了，我们的剑也快坏了，我们把剑弄坏，不是弄坏，我们把剑稍微就是使用。我先镶个钻石哦。好，我们出去探险吧，我们要去采一点岩浆回来。我们应该不会往洞窟了，我们想办法往这个比较不是钻石剑哈。一般的没有办法哎。我发现他一般的没有办法做这个所谓的加工，对，要在这个特定的这个上面。哦，加工过了，是这一把没加工吗？不能加工，用过就不能加工了。哇，我钻石砖还放在上面，很好，钻石砖还放在上面。哦，原来，哦，可以，出现，要在这一个箱子才可以啊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小的知错啦，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个加500，就是它500耐久度。好，那我把钻石放好，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出发。好，想办法。你看哦，有评论跟我说呢，这个就是要把地板换成草，他们吃草才会长毛。不要，我就是要他们脱光光，赤裸裸的。哦，没有啦，好啦，可以啦，我们找一个时间再把地板换，我自己找个时间再把它换掉了。我来这边要找什么？烤马铃薯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要干嘛？哦，拿个缰绳。我们等一下上来，如果有看到一些可爱动物的话，我就稍微把一只猪吊上来好了。它只有一只，有点小可怜，不是有点可怜。好，我们今天出发要往这个方向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感觉这个位置还蛮。就是蛮有几率会遇到岩浆哥哥，我们就要采个三桶好了。我决定了，我把三桶全部换成岩浆 ，OK 吗 ？OK， 好。
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有岩浆啊。那边再过去就不是了。好，我们想办法穿过这个森林好了。我们要找点岩浆回来，让我们做这个新的，怎样垂直的东西，超级可爱。我刚才以为够，这里有个很深的、很深的沟，就像是不是很深很深的海峡哦。我看到了，还蛮快的。不过我要先把水给倒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OK 的 ，OK 的。我刚刚倒的是水吗？好像不是水。好 ，OK。我们下来采个岩浆不？它该不会只有一格吧？我还需要啊！快啊！好吧，它好像只有一格。那么往这个方向走好了。那个，它也蛮有点，我被射了，我被射了。这真的走，还有，我要等它流完，还有吗？它就走一格哇，都没有岩浆田之类的吗？这真的没了，好吧？有点，这水怎么是绿色的啊？有胆瓜恶心呢，胆瓜恶心的意思就叫做钻石，不是叫做有点恶心。我们先。采一个钻石哈，路过了就不能放它走哈。我们现在还蛮缺这个所谓的青金石，因为我们青金石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幸运值，增加幸运值之后，我就更容易会就是喷出两颗以上的钻石。当然还是要靠几率啦，不过我平常都有在扶这个正妹过马路，应该是运气就还不错。你看喷两颗了，别拜别拜，好。Pineapple， 好，猪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吊着猪去采岩浆，它会烧死。这边再过去是不是？感觉很红，很红，很红，有没有岩浆？这里，哇，我找到了，我就是在找这个啊。好，有了岩浆桶，再一桶，岩浆桶，达成任务，达成好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我看看啊，刚刚那只小猪呢？刚刚从这里把它吊回去，会不会有点残忍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相信你可以的哈。走吧，回家喽！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它会跟着我吗？会会会啊！我忘了先放水。哇哇哇！我又害死一只猪了。我又要害死一只猪了！我忘了准备水。好了好了，没关系啦，你就我等一下先在陆地上放你下来。如果你活得下来，我就还是会。哎呦，这里是阿神家，走错路了。还是我把猪吊到阿神家里面去啊？不要好了，这样好像有点没水准。再回来说，我家怎么多一只猪？好，我们先把它放在底下那边也有猪，这样放下应该不会受伤吧？同一个平面吧，差不多高度吧？会死吗？不会啦。すみません，你又死。好，对不起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猪肉也可以晒，会变猪肉干。我想来看看这个猪肉干长什么样，还有这个鸡肉干啊，但是没有羊肉干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，所以没有办法杀羊。沙羊，好，我们回来的，我们有岩浆桶，我们先晃，我再晃，再晃，然后我要准备一些，赶快准备一些鹅卵石在哪里？出奶，石头，鹅卵石，快点拿去烧，我要把它弄成那个缸，好。那我先放个水，然后我去采那个，好，我去采这个采猪，不是采猪啦，我去钓猪。采猪是什么？我不要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好了。OK， 为什么会浪费掉一个酸绳？有人跟我说不会浪费，那我是要在放下它之前把酸绳收回来吗？可以这样吗？我来试试看。我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好，小猪来，
我要让小猪平平安安的落地。你怎么这样下去了？这是 bug 吗？它这样不见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再做一个嘛，再做一个嘛。不想要我弄它，也不是这样的嘛。我们要一点绳子，我记得我有很多绳子。当然上次跟阿神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采了很多绳子啊。史莱姆球在这里。OK OK， 神，史莱姆球，我们做个四个好了，神。史莱姆球，好，按错，好，把这个放回去。等，我们顺便把石头，石头这边好像我刚刚是有瞄到，对，石头，赶快丢下去烧，赶快，石头，我们等一下稍微把这个架高一点好了，架高一点可以一次烧比较多东西，对，因为它是依照你做出来的大小，然后评断你可以烧的格数。Yep， 猪，我不会再害死你了，真的，我这次一定会慢慢来，很轻，不开玩笑，很轻，我会看着你 ，I watching you，OK，、okay? 你不要再突然往下掉了 ，OK 吗 ？OK 吗？走错路，因为我要看着他，我怕他又被我弄死。喂，Defeat， 为什么他会自己往下掉？我无法理解。我明明好好的，是我飞太快了吗？啊，我飞慢一点，是飞得太快了，爱情来得太快。不是，唱错手了。雕猪雕得太快，就会摔下去。所以我们要慢慢来。我们要慢慢，我没有收掉，水嘞水，所以我到底有没有收掉？收掉，好，酷炫炮，好，赶快变回人，快，变成阿神比较近哈，他在比较下面，好，我可以把猪叫过去，的栅栏再放这里。好，小猪，你可以去跟你，我没有红萝卜啊。红萝卜应该顺便跟阿神借个红萝卜的，我好像没有红萝卜。进去，乖呀，小猪，快去看看你的小伙伴。好，那我们出来吧。我们慢慢的会把这里变成一个动物园了，这样我要取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。好，哈哈，跑，我跑。这样我们可以这边烧的应该算是北拜哈，好北拜，这个我们做个，我们这边有钢，我刚，是不是？原来我这边已经有了，啊，我去烧石头干嘛？我在做什么啊？我要烧这个才对。等，我今天有点昏头啊！我去烧那个干嘛？我去烧那个干嘛？等等，住手！今天没睡吧？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没睡吧？啊，把东西放好。太久没烧缸了，居然忘记怎么烧缸了，还烧错。不好意思，不会，应该还蛮快的。哇，反正趁现在没事，我们就来做这个。我要加盖。一二三四，啊，这全部盖好了，应该没关系啦。叮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有点震。好，那我们变成小编来把它稍微变一下，想要把它加高一点。有人说是可以用那个，如果是用那个应该更酷，就是用那个红石机关。不过我对红石机关真的是，差一个，对红石机关真的没有特别的研究，所以
我再看看好了啦。如果真的 OK 的话，我再用红石机关做好了。哈哈，有这样我们这个就变长了，大家可以看到。我刚为什么要去烧这个石头？到底为什么？哇，我刚是被附身了啊！不要乱说话，不要乱说话。我到底为什么要去烧那个？好，那我们把这些钢都丢进去。等它烧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让它流出来做我们这个我们要做的这个是哈哈，叫做 hammer。我来查一下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好了 ，H A M M E R， 叫做锤子，可爱的锤子，锤子锤子。我们需要一个这个，两个这个人脸，一个中心，两个人脸，然后一个棒棒，不是一个棒棒，一个木棒，感觉棒棒有点奇怪哈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往下放哈。嘿，哇，这还蛮耗，还蛮耗材的。这个做好了，可是我们做好了一个这个，可是是不是不够啊？哎，好耗，好耗哦。哎，好耗是什么？怎么这么耗，这么耗这么资源哦？怎么在讲大家在讲什么？在这边，稍等我一下下，我马上回来。我今天会把这个东西做出来。好，稍等我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回来了。刚刚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要用铁去烧，然后它才会形成我们的钢锭，没错。那我这边先等它烧一下，我们下面也来烧一下好了。我发现还蛮缺这种东西的，就是还蛮，好像讲话怎么有点口音，还蛮缺，就是这个铁锭来做这个钢。好。那么赶快，动作快一点，跑跑跑跑跑，把这个赶快丢进来烧一下。所以到底够不够啊？不够又没了。哎，有一个一个。好，我们先把一个拿起来，再让它留第二个。啊，不够，差一点点，应该还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等这六个烧啊，应该是够了。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做出我们今天的小锤子，对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小锤子。不过应该是没有时间去试用它了。不过我刚刚在翻东西的时候，我自己有发现一个东西，我们可以不用木棒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可以做石棒，还是我们要做钢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可以做钢棒？哦，钢棒，好，我们来做一个钢棒。反正我们这边在等它的时间，我们来做一个钢棒好了。那我们要先找我们的模板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把模板放进去，模板这个没有用到的先往上放，这里是木头 ，AK， 不，这是放木头样子的金板，没错，好，跑来跑去，好忙好忙，是不是有点射太远了？我下次在那个旁边也设一个熔炉好了啦，这个旁边也设一个熔炉好了，不然我要烧东西，好忙好忙。跑来跑去，好忙好忙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了，这边有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留了吗？够不够？够了吧？好啦，好嘛，够嘛？哦，不够。还装可爱。好了，我们再稍微等它烧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干些什么好呢？我来看我们有。食物，我们就是缺红萝卜。如果有红萝卜之后，我就可以让这个就是小猪对繁衍一下这个可爱的小猪。我这边是不是少一块？我们的九号嘞？九号是不是在这里？我把九号丢去哪了？九号模板嘞？哇，玩一玩都不知道丢去哪。好好，这下子应该够了吧？六哎，他 cost。不是 cost， 就是它花费啊，不超过六啊、哦，有了，够不够做这个啊？看看啊，够不够？我试试看，留看，够不够？哎、欸，够，好 ，yes， 我可以做了，我可以做了，好兴奋！我今天为了做这个棒子，真是耗尽我的脚趾。虽然我自己中间有点耍蠢了、啊，忘记我那边要干什么。哎、欸。做不出来哦，不能整只都用钢做吗？所以我一定要用木棒，因为
欸，喂，哪里狗嘞？为什么我不能做？好，我来看一下书。书呢？出现问题时就要看书。好，看错本了。放走，看错本，这本才对。我们的垂直这里，large plan hammer， 对啊 ，hammer hand large plan， 对啊，没错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对啊，我做出来嘞。请问垂直的做法，好，我看一下，他这边没有办法显示。好，对啊，基本上来讲我都有啦，不是是这样吗？一根棒棒配上一个咚咚，这样为什么错了哈？我有哪里做错吗 ？Large plate, large plate, hammer head, hammer head， 对啊，锤子的头，然后一个棒子啊。如果我就算棒子不行，我换成木棒也不行。哎，为什么？好好好，快点告诉我书上写了什么，一定出了哪里出了点问题。It's a heavy meaning tool made for the out large. It's also a fine.这是它的功用吧 ？The huge tool has very high to make up for the class. 对啊，两个这个，然后一个棒子，到底哪里出了点问题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东西啊？我棒子弄错了啊！它不是棒子，它是棒子吗？是这个对不对？它不是棒子啊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棒子，是什么 ？T O U G H 哦 ，T O U G H， 这个，它是不是这个？T O U G H， 然后呢是哪一个啊？这里有两个，这个吧 ，torch rod 啊，这个是不是 torch rod 是这个吗？啊，我弄错。弄错叠出去啊！对啊！找到了。好，我们先换成铁。好，没有，我搞错东西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我应该还没做过吧？这个是第十次。好，我们这集可能因为有点稍长，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对，那我赶快做。我以为是那个哎啊！我下次果然还是要先改。他没有办法做出木头的啊，石头的嘞。OK， 好，石头的可以。石头的你就要，不是石头的你就不要。我先把这个东西收好。这个是金吧？好，这样，然后流金。好哈，我们等一下把这个哎。错，这个东西放好，然后呢，把它换成钢，然后让它流。刚刚真的吓到我了，好像我没有看清楚啦，我以为是那个。好，这下子成功了吧？要是再不行，我也哦，有，感觉对了。噔噔。哇 ，Hammer 呀！我做了一个小锤子，做出来之前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加工钻石 Diamond 钻石 Hammer。他说好像是可以敲一个3×3，是不是？不行，我还是忍不住要试试看。虽然我们下一集会再做更多的武器，不过这集先让我试试看好了。不好意思，还是忍不住啊，想要闻闻看。我们来看看这有多猛。我们就找个草地试试看好了，还是只会挖一个、啊？如果是挖一个，那我就……哦，对不起，他好像是专门拿来敲一些东西。好了，那我稍微研究一下这个这个锤子可以干什么。好，如果今天
今天的时间有点长，造成大家的不便，真的很抱歉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左下角的喜欢以及订阅我的频道，随时订阅我的影片，跟踪我影片的动态。那我们下一集 Attack of the Beating 要来做更多更多新的武器喽。这集做了一个钻石的这个，好，我们会想办法把这武器全部都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这集的 Attack of the Beating 差不多就到这边喽。See you guys, bye bye.